谢娜杨子登上《路纵我们的美好生活》，成为节目常驻嘉宾。最新一集的节目中，几人一起坐着聊天，期间谢娜突然对林心如表示，自己小时候的偶像是林志颖，但曾经梦想成为对方的保镖。谢娜接着分享自己年轻时在家里的书房贴满了林志颖的照片，大赞对方实在是太帅了。后来听说林志颖有了绯闻女友，感到很心碎，但后来查了查女方的样子，一看就觉得算了，可以，引发众人爆笑。事实上，林心如曾在28年前跟林志颖交往过一段时间，因此忍不住吐槽表示，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两人在去年因为代言活动同台，并大方表示恋情已是过去式，双方之间也没有恩怨。林心如的老公霍建华甚至跟林志颖成了好朋友，两人还经常联络，让林心如忍不住调侃，老公传讯息给对方的次数比传给自己还多呢。